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拍卖。接下来我们要竞拍的就是一分钟之内徒手对半掰开苹果的数量。他把苹果削灭了。等一下大家掰开的苹果多的话都会给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吃，就是我们不会浪费，绝不会浪费。我们也可以吃。一分钟之内一个苹果开始起价。随意。八个。九个，Selina。十个，已经是昆凌先报价了。十二个，Selina。还有加价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将会落锤成交。落锤吧，十三，落锤就不用了。十三，落锤就十三了。要十三。天哪，你这搞事情！搞事情！我们特别可怜，难道我们就没有站在那个舞台上的一次机会吗？十四个，昆凌已经报价了。昆凌先报价。哦，没事没事。15，15，先抢，先占先机。15，15，15，15。你们肯定也是有16个。哎，难道没人加了吗？加，快加！你那边黑牛 ，no， 你搞我们是吧？祖儿报价15个，最后一次16。哦，16。哦，他跟我说你高兴，我们就拼。耶！王彻明，你可以的。嘿，请看我的表情。16个，最后一次。谢谢朋友们，我期待看这场比赛啊！我不想上场啊！加油，加油！浩哥，让我握一下你的手。怎么我感觉我要走了呢？还是怎么？Apple hand, OK。陈赫，祝你好运。Yes。哦，这个苹果是那么硬的吗？像铁一样。大家好，我的。陈赫加油！计时开始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一个。也一个了，一个。哇。哇！还剩多少时间？请问？37秒。真的用体重？可以，用体重。三。